近几年因为有发现到禁区的肢体动作有比较大，那你觉得戴黑胶在你戴禁区这边比较有激烈的肢体碰撞的情况下怎么样？就是可以保护到我的眼睛，而且戴的又有实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不像其他眼睛会掉。对。那对于就是有些人就帮你取了一个绰号叫眼镜侠，对于这个称号你觉得？已经习惯了，因为从以前都这样叫，因为这就是一个代名词吧。就是他叫我的时候，就知道是我。我是福仁大学小组，请跟着黑胶运动眼镜一起支持我。